大家好，欢迎来我们嘉义县大林镇。我们大林在全盛时期是嘉义县最有钱的地方，而现在更是我们台湾最高分的曼城，也因此我们也创造出独具文化特色与魅力。除了我们拥有台湾第一个跨局式的绿建筑环保车站以外，我们还有美丽的万国戏院。非常有日式风格的昭庆禅寺站长宿舍，漂亮的中药文物馆，以及台湾最美丽的眼镜店，会午休的咖啡厅，观光工厂的部分，我们也有卡罗铜管观光工厂、老杨方块酥观光工厂，还有美丽的明华湿地自行车步道，甚至还有可以让你成为大明星的500年茄东神木，更有世界级的侏罗树蛙生态，欢迎各位来感受世界越快心越慢的美丽大林。